玛雅为我们带来的《熊脑筋》。熊脑筋，熊脑筋，分外将时间也是真。特别的来宾，他们是来自呢印尼的华侨，但是名是影迷参访团。那是我的邻居啦，那是我的邻居，马来西亚跟印尼很近嘛。哦，所以他们听得懂马来文，听得懂马来文。那我跟你们说一句，你们听得懂吗？阿坤金大木，听得懂哎。没有，没意思。阿胖 ，That means I love you。是这样吗？可是艾辰刚刚教彤彤说这是他的英文名字哎。喂，我没那么下流。明明就是这样。阿巴卡巴，斯拉巴巴，斯拉巴巴当，就是你们好，午安。真的会的，最重要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国语来欢迎一下你们，好不好？真的真的，欢迎你们来到台湾。就会陪伴我们一起啦，好不好？对，今天我们在这边好好的表现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刚才这个玛雅姐刚才唱的是你的新歌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熊脑筋。秀兰玛雅她算是很厉害的，她把 R&B 带进台语里头，哦，算是第一，真的。听我来两句 R&B 吧，你挑一小段，最经典的，我的够凶好了，好，我的够凶。是不一样的唱法，其实让我们看起来那个我们听众的耳目一新。哎呦，齐慧现在压力大了，齐慧今天很紧张啊，不会，他是祈祷啊，来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那个好了，用最简单的小蜜蜂。哎呦，小蜜蜂可以 R&B 啊，看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大家听看看，听看看，漂亮。你所从未见过的小蜜蜂 R&B。用最简单的小蜜蜂。哎呦，小蜜蜂可以 R&B 啊。好吧，试试看。来来来，大家听看看，来听看看，看一看。嗡嗡嗡，大家一起去做工，来匆匆，去匆匆，别学懒惰虫。听呢，今天这个队伍哦，不好分啊。其实我还蛮想跟彤彤一组的，我们都没有同一组过。那齐慧跟我一组，好，齐慧就跟你一组了，那玛雅就跟我一组了，那就我了嘛。你，我不要跟你一组啊，当然不要，不要我，当然不要你。那你要选谁？道远啊！哇，最近吃那么油腻啊！好来，那我们马上开始进行我们的谁是 K 歌王。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今天呢，这个彤彤队、元浩队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华侨组，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，对不对？厉害了！现场就可以听到我们孙排长唱歌啦。哎呦，多多指教一下哇！等一下我会带来《英雄好汉在一般》。你旁边那个人刚才一直蠢蠢欲动，你感觉好像心里面有什么话想对孙排长说？因为我想说，今天他要唱歌给他们听，哇，你们会很难过。大家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好，地主请就位，加油 ！K 啊！
你今天要好好的跟前辈学习，嗯，过几天你去表演的时候，说不定就有更好新的想法。仔细听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紧接着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？天后快点，我知道，我想到了，一姐。来，是一首台语经典的老歌。哎呦，对，一见钟情，也是一见钟情。我也唱给大家听，我也唱给大家听。好，一见钟情那是在有归公来，天下世事讲真话，滋味啥人知？你关心。马雅姐是不是对的？应该 是对还是错？恭喜你，得分 ，yes。好，来，紧接着下一题的题目是，我跟启慧啦，启慧不要紧张哈。好，你看我已经很早就卡过来加 stand by 啊，真的，因为要跟他对抗。他该不会站上去，你抱上去吧？你不要这样哦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抓你，报警。好啊，来，加油啦！哎呦，可以吗？想到吗？哎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他差点要抱你哎！干嘛干嘛？想干嘛？请问不要这样，控制一下。我觉得这首歌是伍思凯的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。哦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朋友觉得我们孙飞长唱的怎么样啊？哇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哇哟！所以是伍思凯的歌，是的。姚元浩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是姚，又紧接着下来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胖子与胖子的对决，谁是胖子？艾辰的衣服已经胖到穿不下，用挂的，不要乱讲。好了，加油。哎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很简单，哎，简单，哎，简单，哎，这首歌太简单了，这首歌很简单，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哦，再会啦，心爱无缘的人，那无爱就头嘛无彩干，过去就一出戆人的故事，无聊的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六月嘛在遐尼啊香，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。遐尼啊红，漂亮，好听。六月的茉莉遐尼啊香，哈，茉莉遐尼啊香。林道远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请就位，换到自己又开始紧张了。刚刚好开心在台下玩，不要紧张，要紧张的是他，好不好？加油啦！好，哦，加油，快快快点，先好，快快点，哦，喂，我请来者，请来者，秀兰马姐先站上去了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苍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怨离分，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他欺压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无
简单。所以马姐，这首歌是《情难枕》。情难枕，确定吗？都唱完了，应该确定。现在马姐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好，齐慧。嗨。为了代表我的诚意，我希望下一首歌给你唱。哎，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这样呀！不用你竞争的。对啊。元浩，不要紧张哈。你们两个这种互看的眼神，让我们觉得好害羞啊！好了，我要来讲这首歌，叫做《一个人的精彩》。那天醒来，突然想开，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。那条戒指，扎起马尾，开始不再像你姿态。接受无奈，承认失败，他才是你的爱。寂寞伴随自由色彩，迎面来，头发甩甩，大步的走开，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，挥手拜拜，祝你们愉快，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。恭喜你答对 ，yes！ 安城加油，跑快点！华侨团来看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你身为我们马来西亚的代表，是破费专程这样飞过来看我，我压力很大。看你，哎，你没看到大家都开始摇头吗？裁判，裁判，裁判！我说真的，我真的今天有那么多的朋友在现场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你们真的在印尼的电视台或是在马来西亚有看过他吗？有啊，那他在干嘛？到底现场观众对爱晨说了什么，让他痛哭流涕？印尼电视台或是在马来西亚有看过他吗？有啊。那他在干嘛？他在欺骗人啊！欺骗人！你有没有听到？欺骗人！原来你在国际上面的形象就是你，就是两个字：欺骗人。你等下上去要好好的表现，扭转扭转扭转，把那个形象导正过来，搬回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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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，今天的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快点，来，爱晨上去，这首老歌，好，蔡琴的歌，蔡琴的歌，老师给个 pen， 是谁？在敲打我窗，好听，哎呦。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奇迹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想要请刚刚那个阿北说他骗人那个人再讲几句话，请你为我们的这个爱晨讲评一下。他不知道是从马来西亚逃来的，又诈欺又逃来，天哪！请冷静，在新兵这界里面啊，天天欺负人家，对啊，欺负小胖。因为他不是大胖了，瘦了啊！谢谢，瘦哎，他们说要有瘦了哈。所以他今天的唱歌表现，您觉得很好，很好。哎呀，掌声鼓励！爱晨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下组请就位，你要好好的表现一下。没错，我们就走光了。对不对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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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他们有安排，一定要录到我们节目完才会。喂，你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紧接着下来，这题的题目是：看着你的，不是，不是，赵咏华的《求婚》。哦，漂亮。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摇头，看着你的汗像下雨一样的流，要对你说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，亮一亮，我在你的心中到底有多久？
手，我不哭不笑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假装你的话还不够让我感动，我非要听够一百个求婚的理由，谁叫你让我等这天等了那么久。哇，快变歌手了哎！哦，求婚，彤彤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题的题目是，好，哎呦，我知道，哎呦，哇，大家仔细听哦。你敢有听见花声也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花声也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哎呦，这首歌叫做什么？江蕙姐的《无言花》。恭喜你答错，哈哈。不是这首歌，不是的，怎么可能？这首歌是也是非常好听的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桂花巷》。对，来手叫我提起来挥挥，来大家把手举起来。我一生的运命，亲像风吹破长山，随风浮沉。齐慧唱的比较对耶，因为元浩他刚才有讲到一个名字，就是骆驼，是对不对？但是其他完全不对，对不对的，对不对？骆驼就想到江蕙姐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齐慧答对 ，yes。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要怎么说再见？哎呦，我先吧，林道远先去的，林道远先的，这首歌太经典，我来唱。哎呦。两抗之争，薛岳大哥的《如果还有明天》送给你们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金秋哦，什么歌啊？金秋金啊啊啊！是交换，交换诶，绑定的形象，绑定的形象是吗？爱谁外观啊？哎，这首是合唱曲吧？对对，要请爱情跟我。哎，你也太激动了吧？你也太自动了吧你？我做为何会来为陪伴？爱到最后，一个人孤单。人去无影，听讲予啥人来听？冷气的心肝就好知影。我欲希望你来原谅我，
怪我当时空洞的希望，离开了后心事找无人通听，无人会当像你这爱我。知影需要你陪你是我生命，失去你的日子亲像是白头的春节。我有一个疑问呢，你说为什么你一开口唱歌大家都在笑？这首歌是这个马姐的歌啦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恭喜马姐答对 ，Yes。目前为止，两队的分数现在各五分。平手。最后一题，我们一样照例，我们要来 PK 赛。PK 赛呢，两队，请听清楚，给你们三秒钟推派一位代表。我们可不可以征求现场来宾，他们想听谁唱歌？哦，那元浩队这边，你们想要派谁呢？马，秀尔玛雅对不对？玛雅，好听啊，对不对？好。就是玛雅，玛雅唱歌。这边呢，这边，小胖，小胖，胖虎，好，加油，对，加油。PK 曲，请听前奏。哎呦，对呀，这前奏太经典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姐姐哥哥一定都知道。阿爸，说真的，你问一下这个漂亮的小姐，一万年，非常经典。才前面两个音符出来就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是爱你一万年。对，爱你一万年。好，来，加油，玛雅！我爱你，我心里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。成为我们今天的 K 歌王，掌声鼓励鼓励！两队请到前面来 ，Yes！ 哇，今天两队的表现都很好，对的，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场呢有这么多来宾跟大家一起同乐，今天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！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也多来台湾看看我们，好不好？这边也谢谢齐慧，今天很棒，好不好？今天也谢谢我们现在玛雅姐，谢谢你的专辑 K 大卖，谢谢你。最后呢，我们请我齐慧再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，Mr. Q。Thank you， 爱你 shock you 的指数，电流像瀑布，好像重力加速度。你又傻又无辜，与生俱来的功夫，加快脚步，要加入点数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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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